用这个素品。这里有太阳出来，干饭了家人们。不知道我今天下午三分水。酥皮在空气炸锅里面做一个蝴蝶酥，这次将是做过一遍，做的贼简单，就买一张酥皮，对吧？吃一下酥皮，然后就撒上白糖就行了。直接把这个弄好，直接把它放进空气炸锅里。非常的成功，就是说，其实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。Hello， 家人们，这里有太阳出来，真的太舒服了，不然我平时都是见不到太阳的。对的，还有四分钟车就来。今天我应该知道去学校的路到底该怎么走吧？这个，那个不是我的校区，那是我的学校，但是那个校区的路，哎，再看看吧。我到了，今天这个路也特别好认，因为我记得昨天这里有个 Tiger， 我记得它有个 Tiger， 现在我找到一个 Tiger 地方，拐进去就到学校了。看那里就是学校了。好了，我现在要赶紧去学习了，今天到的有点迟，不知道我早上能不能把我规定好的东西全都给学完。拜拜拜拜。我希望你也会埋下伏笔来引起我注意，让我的心触底，可你又在哪里？原来只是我以为还能去散个步，一阵路又去输，因为你 like a crew， 风雨无阻，也只有我和你，让我的心触底，可你又在哪里？ Maybe I lose myself， Maybe I lose myself， Maybe I lose myself， Maybe I lose myself。I lose myself tonight. I lose myself tonight. I lose myself tonight. Don't leave me alone. I lose myself tonight. I lose myself tonight. I lose myself tonight. 和孟哥溜出来喝一个咖啡，太酷了，太酷了。我付了零元，家人们。太羡慕了，太羡慕了，拜天！你看看我的，我的五千。好香啊，好香啊！看起来都好好吃，看起来好好吃。我是边的主人，你的空房多少人？我来住。
네, 아메 한번 가볼게요. 是真的需要时间被看起来有点推，重复的错误重复犯了不止好几回，都做了半天决定，最后决定抱你追，浪费了大把时间逃避，现在好点没，每年总是有时顺有时动，有时爱有时今天才大家都吃得非常的健康，比起昨天肉又不是什么不健康的东西。对啊，你知道我早上之前就是早上我发现他们昨天两点多啊，就说那个 班尼听你两点多还在那里一边在读，然后早上就读他们的东西，然后一边读一边就摆摊，然后我就希望他们一点多考，等会就考了。烧的眼睛好了，伤疤忘了，疼痛是人类的天性，该忘的忘了没，烦恼忘了没，痛苦忘了没，没必要的忘了没，要记得忘了没，目标忘了没，快乐忘了没，今天你又忘了没、yeah、别总是那个寂寞当零件，把借口翻个遍，用过再翻个面，都可以开个专门店，老问题挂着新问题出现，别装作看不见，不断突破新的底线，来到新的食物链，到现实让你怕，让你想开口骂，让你在道理的暴力中只能跟着放狠话，头很大，变得情绪化，到心态有点炸，眼光总是放很高，也总是忘了看脚下，流浪在荒岛大流中需要颗大心脏，你那颗玻璃做的马好像都不禁丧，看丧气吞噬你的样子像在挖金矿，别像个带进家人在回家的路上在等车，快点开车，现在已经六点半了，然后还是等车回家，回家之后我再吃晚饭，然后不知道我今天下午翻身什么，就是怎么说呢家人，我先下车了，就是今天有一部分的同学呢他们已经考了，然后呢我呢是24号考，就是下个星期一，然后今天星期二嘛，然后呢怎么说呢，就是很多人一般人就是说第一个 part 就没有过，它是分两个 part， 第一个 part 选择题，就是说你第一个选择题过了你才能考第二个部分，然后第一个选择题就是一共有20道题，这个20道题呢对了给你加1分，错了给你扣0.5分，如果第一个 part 你没有超过11分的话，它是不让你再考第二个部分的，就是说这个考试直接没过，这一次的这个第一个 part 就很难，我整个吓到，然后我明天应该会再去这个图书馆，然后后天就去我老外同学那边了，一起复习一下这个专业课，然后叫他们交交后。好了，我到家了，拜拜家人们，明天见，拜拜拜拜。